最后热身开始喽！比赛马上开始。本场比赛由米宝电视台为您转播。准备要跳球了。卡佩拉掩护，远投三分。三分手感不是很好啊。运球找到空间，对手贴得很紧，强行出手不进。Kawhi Leonard 空手掩护，贴着防守，三分出手，进攻时间不多了，对手影响到了这次投篮。回合倒数计时，卡佩拉把球盖掉，外线的三分球，哎呀，没进啊。手难度很高，勉强三分没进，有机会了，三分出手，哎呀，手风不是很顺，看来地面有点滑啊。后仰投篮出手，拿下两分均，骗开对手中心，直接三分出手 ，Clay Thompson， 哈哈，不讲理的三分。反超对手，Kawhi Leonard 跑的挡拆战术，对手没跟上，干扰下三分出手，被干扰了，带球上篮 ，Stephen Curry 内线投进一球，扳回一城，空挡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？Thompson 手感很好，比数压过去。三分直接投了，对手严防下，这球很难命中。突破拉开距离 ，Kawhi Leonard 扎实的掩护，进攻时间即将结束。大号三分，不可思议啊，这么远还能投进，比分压过去了。球机会，如果命中，三分跟罚球一样稳定。反超对手，贴着防守，三分出手，出手有点勉强。变向晃开对手，挡拆 pick and roll， 拉布送上一记麻辣锅，进攻时间不多了，骗开对手中心，这回合结束。假动作一波，突破拉开距离 ，Jam 传给空档队友，视野非常出色，轻松命中三分。不防守的话，他可是能一场投进14个三分球。逼死对手，口外 Lane 扎实的掩护，三分出手没有干扰 ，Stephen Curry 三分命中均。后仰出手，投进一球。出手难度很高，出手有点勉强。卡佩拉精准盖火锅，对手没跟上 ，fake 投篮假动作，球外大火锅。出手没有干扰 ，Stephen Curry 命中，对手不能再放空他了。运球找到空间，找到防守弱点，假装出手，变向晃开对手，两分出手，可惜了没有命中。出色的传球意识，倒数计时四，被干扰了三